我们所揭发的各项的弊端，已经多项获得证实。远雄违约违法的事情，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善。市府叫远雄过来重新预约，因为17个楼梯不见了，因为所有的工程都没有按照图面来做。重新预约，市府再三的交代远雄回来重新预约。他们回来了吗？他们从未配合。他们现在的都审，现在的环评，完全都没有任何的进展。然后我们要先做的事情，却是先将这些老树移走。选前的柯市长，他走到固树的阵营来说，要求我们说大家都可以一起来用对人的态度来对待树，这是柯市长告诉我们的，这是选前的柯市长告诉我们的。选后之后，原来护树的柯医师就变成了移树的柯市长。这33棵树是多少市民他们对抗挖土机，他们对抗怪手而好不容易维护下来的，今天我们要眼睁睁看着这33棵树又被拔走吗？我们非常的希望在都审跟环评评估变更完成之前，先不要做移树。而且不久之前，松烟护树树志工团他们也针对这些超过树龄超过50年的老树去送那个树保。那我们是很希望，其实这边的树事实上是整个台北市，甚至可以说是全民的共同回忆。我觉得不应该被这一个不正当的一个很多弊端的一个工程成，然后去牺牲了我们全民的一个共同集体的记忆。因此我们很非常的希望说这个工程能够暂时的停下来。来，而且过去曾经也有讨论过说以路救树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就说不要影响到行道树。大家去当工程，大家都看到现在已经盖成这么大，但是这些树根本也没有真的妨碍到它的工程。为什么大巨蛋已经长得这么大了，还要再去移掉这些树？我们觉得这是应该要去检讨的。我们真的很希望望市政府还有远雄能够好好的去思考，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去牺牲这些树。而且我们希望在刚刚讲的都审环评还有树保的相关审查有一个新的结果，有一个结果之前，这些树希望能够不要动，把它留下来。这不是树怎么移的问题，是树该不该移的问题。在远雄的环境，在环评以及都市审议都还没有任何的进展之前，为什么要先移树？我们认为这33棵行道树的价值，台北市绿意的价值，对于下一代教育的价值，都远远重要，都比这些远雄的商场、远雄的旅馆、远雄的饭店更重要。我们希望能够找回松烟公园，我们希望有一个充满绿意的松烟公园，我们希望这些路树能够完整的被保留，能够受到尊重。